网友称，赵露思每次点赞或者转发的都是当下热度最大的瓜，且牵扯的当事人都是当下风评相对不好的人，比如金鹰奖时宋茜金鹰女神造型被群嘲，这时候赵露思点赞了。前段时间吴宣仪鞠婧祎都在口碑下滑最厉害的时候，赵露思又点赞了。昨天王思聪被大家调侃，赵露思又快转了，一次又一次，且每次就真的很巧合，时间一久赵露思话题越来越足，争议也越来越大，腥风血雨的流量体质也就慢慢磨练出来了。